没事，绿茶哥，你可以挂在我这边睡觉。你可以挂在我这边睡觉。你没有给我的视频点赞吗？大家给我新视频点点赞，马上要破五千了。我打算几点下播？我播到一点多钟吧。然后马上到那个广东第三了，还差一丢丢。我开播，我开晚播呀。怎么说呢，我今天是八点多八点半开播的，八点半开的，也不是说没有开嗓，就是说你唱一些大歌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还要啊再嗨一点，我的情绪还不够，你让我情绪再嗨一嗨就好了。没事，绿茶哥，你就搁我这挂着，你不用被我吓到，我就好好唱唱歌，你就挂在我这儿，就是我们家牌面，真的。你挂在我这儿好升级。绿茶哥多少级了？我看看绿茶哥十三级了，你马上就要到十六级了。你摊派谁先上？不唱大哥太晚了，邻居敲门了。没事，我们用户哥喜欢听，我依然可以唱。用户哥说他就是我就是我们的家人嘛。但是不要太过分的歌，我怕我，因为我是叫王大嗓，我在我们学校是王大嗓，我嗓门可大了。就难度的歌不怕，怕的是那种只要飙高音的歌，就如果是专门飙高音的歌就没必要。我不怂。哎呦我的眼睛！欢迎万言。对啊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就好了。我偷偷摸摸十六级了，哎呀，恭喜我们的等待十六级啦！我的视频没有点赞了，大家一起帮我点点赞。我的视频，哦，五千了，五千了！我这小脾气咋那么喜欢呢？谢谢碧鱼先生，唱一个鱼吧，唱一些享受的歌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唱一个需要人陪。你的万水千山啊，有多少人想听万水千山？万水千山和需要人陪，万水千山刷一，需要人陪刷二，你们要听哪一个？快去帮我破六千啊！我好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破到一万啊！我真的在用心的拍视频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在想我的视频该怎么拍。二，好，需要人陪。我接一下那个妞妞的，就是那个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宝贝，你今天对你今天是回室内播了。对啊，我下雨了，广州，然后播不了户外，所以我就只能够在家。不过在家和户外都一样，因为家人们都在嘛。对对对。那个歌叫什么？什么儿？科尔。玩玩榜十呀。今天打榜十啊，因为昨晚这个点我也是没事，那我们打榜十吧，反正打得开心就好了。我也不一定能够，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凑齐人，但是呢，就玩得开心就好，咱不怂。事来了也不怕。我也是不一定能凑齐人，我家人现在大部分都睡了，我只能试一试。我估计可能榜有可能会凑不齐的。没事，输了的话呢？输了的话呢？我们就这样吧。输了的话就你的头发不能动。输了也可以，输了带肌肉特效，然后呢跟着那个就是这样扭个脖子带肌肉特效。对，行，好，那我们重新连了。好的好的，小小是小邓紫棋啊，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。我们站一站榜，打榜十，我们站一站榜。我唱那个吧，我唱那个需要人陪，唱一些吴荣的歌。哇哦，可以，现在可以上。那我们闭麦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可以上啦。对啊，每次都是别人问我，我跟你讲，女孩子都是这样的，女孩子都是问我要什么惩罚，他们都不主动说，所以每次坑的是谁？坑的是我。我好难啊，我以后真的不能让我说了，让对面的小姐姐说。谢谢十一的加深卡，谢谢我绿茶哥，哇，绿茶哥帮我们占了榜，大家有保时捷的，我们先保时捷一起占一下榜了。
全体朋友们，众筹十辆保时捷，我们先把位置占齐。感谢我风飞姐的保时捷，大家有保时捷的，我们可以先占一占保时捷了。谢谢我月亮姐姐的保时捷。哎妈，谢谢我当当的摩托，哼哼哼。我跟你讲哦，就是打榜十，大家听我的指挥，在线的大家们，谢谢我怕。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榜十的位置给占齐，那我们就是最牛的。我们还需要五位，谢谢我大宇哥，还需要五位朋友，还需要四位朋友，哇，你们真的太越来越棒了！谢谢孤身走路的飞机，牛皮，还剩下最后三位，还剩最后的三位。谢谢用户呀，谢谢我用户，谢谢用户的就是打 call， 以后叫我们用户叫我们的，就我的捧场王，谢谢我的捧场王用户送出来的打 call 预约。我们还剩下两位朋友，最后的两位朋友，在这个时间，大家在线的家人们，我们一起，如果有保时捷的，我们可以送一送，你想送什么颜色的都可以，保时捷任您选择啊。我们把保时捷开到我的车位上，我给你们修好整个车屏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两位关键人物了，这两位关键人物很重要啊。我们并不是看谁哪一位很厉害，我们保时捷任大家选择。谢谢大宇哥的红色保时捷，欢迎我茶哥回家。在这个时间还剩下最后两位啊，很重要啊。月亮姐姐，欢迎月亮姐姐回来。还剩下最后两位，谢谢我月亮姐姐，哇哦，谢谢我月亮姐，凑齐了，牛皮。那这个时间大家听我指挥啊，我们看对面的榜二，我们不要看他们第一名，然后我们看他们第二名，第二名是两辆保时捷，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抓紧，我们再上一辆保时捷，我们全体朋友们跟我一起，三二一，大家有保时捷的，我们全体榜上十位朋友一起再上一辆保时捷，加油！全体朋友们，我们再上一辆保时捷，他们家已经上了，听我的指挥，我们再上一辆保时捷。感谢我们的用户，是不是？谢谢我们当当。Okay. 因为他们凑齐可能是瞬间的事情，他们凑齐是瞬间的事情。谢谢我们当当，谢谢孤身走路。那边大哥大姐来了， okay. 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我们不是比谁的大哥大姐多，我们是比的我们家的凝聚力。全体朋友们。这个时间我们月亮姐姐，我们的小蚂蚁绿茶哥欧帕需要再补一辆保时捷，我们可以再补一辆保时捷，他们来了，全体朋友们，我们再一起补一下保时捷了，我们能补的再补一辆保时捷，感谢欧帕。然后月亮姐姐小蚂蚁绿茶哥需要补一下保时捷，我们再补一辆，或者我们新朋友可以一起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，我们的一涵，还剩下两位，他们现在已经齐了，我们的月亮姐姐，然后小蚂蚁绿茶哥，需要你们的助力，在最后的时间需要你们再助力一辆保时捷了，谢谢小蚂蚁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月亮姐姐，绿茶哥，茶哥，姐姐。这个时间需要你们补刀了，对，我们再加一下散票，再加一下散票，绿茶哥，茶哥，我不该叫茶哥睡觉的，还差一辆，我们再一起补一下票，补一下气球，哇，我还差一个，我的妈呀，还差一个。我们再补一下刀了，赢了吗？赢了吗？醒醒，快醒醒！九月哥回家了，欢迎九月哥！哇塞，牛皮！让我们深深的一起感谢一下，谢谢我九月哥！哇，来的太巧了。果然是你的天下，谢谢我大宇哥，谢谢当当，谢谢孤身，谢谢欧帕，谢谢用户，谢谢月亮姐姐，谢谢蚂蚁，谢谢我们绿茶哥，谢谢凤飞姐姐，
我会一直加油。哇，太主持伴游龙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！哎呦，给你们比一个大大的爱心。没想到这个点儿，家人们还能够达到2000多票。对，其实我们真的打成这样已经很棒了，大家已经很优秀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个特效在哪里？我们家大哥还说你着啥急，不急，我在那急得要死。我也是一打榜我榜睡我就特别着急，就好慌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我就很怕有些人睡着了，大家根本不知道，我就快点快点快点。然后那个肌肉男，那个啊，那个搞怪整蛊第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八排的第四个，五六七八第四个啊，这个我来了，点个头。还好长得好看，你看，一般人他都撑不了这个特效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带着这个特效传出去吧。啊，传出去哈。对，你就传一传。行，好。啊，那我们就撤了，拜拜。你来关吧。好的，倒点水。好。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，这个特效没有我的好看。哎，你有什么特效啊？你有什么特效啊？对面好强壮，你们太棒了！哎呀，棒的我都想摸摸你们的脸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家的那个膀子呢？我说身材，等一下。大宇哥，你的身材是不是特别好啊？如果我们家，哎，我们家小姐姐刷一，女孩刷一，男孩刷二，有没有大家特别哎喜欢那种帅气猛男的健身教练？大宇哥，你是健身教练吗？梨子，你们帮我跟梨子说一下，我晚一点，我聊聊天，我跟梨子再回过去。我不好意思一个接一个，我不好意思一个接一个，你们帮我跟梨子说一下，我一会儿再回过去。我不是那种大块头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那天去洗头发，然后呢，我就从那个理发店一出来，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健身教练，可大块头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弄了一个头发，一直搁我那儿看，一直盯着我看，然后我就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其实身材就是我觉得有肌肉是很帅的，太壮了，我就觉得有点怕，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这样，然后我就回避他的眼神，我就在那跟他打车，我车快到了吗？我啥时候到？啥时候到？结果发现不对劲。朝我越走越近，就问我，你们猜他问我什么话？你来真是时候，真的，你来太是时候了。这是我们的定心丸，你那个抖音一号一上去，我觉得我们家稳了。倒三角，你真的及时雨，我们的这是主心骨。美女健身吗？健身游泳了解一下。不是问我这个。不是问我这个，他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下一句就是，可以给我一个微信吗？社会很单纯。复杂的是人呐，我跟你讲，搭讪都这样，我这太老土了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没手机。我说我没手机啊。他说没事，我给你我的。我说我不方便。我说我不方便。我说我的手机掉了，我下次应该搭着他的。我说我没手机，我说你给我买一个吧。突然电话就响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我九月哥的手机吗？这开始忽悠。
唱了两遍了，你要听什么？林俊杰说很羡慕我的身材。呀，你跟林俊杰是好朋友呢？我也见过林俊杰，我就跟他合照了一下。学坏了？哪有，我没有学坏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谢我大宇哥的爱的航班。我想要飞。做音乐，我觉得如果我做得好，我也是能够感染到大家的，感染到就是支持我的你们，真的。你很小吗？看起来很高。不是，他是说我很瘦小，不一样。分不是很矮的意思，真是的。谢谢我们的小邓，小邓呀，谢谢小邓。小邓你是广州的朋友是不是？你多吃点，偏瘦了吧。男人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们都是说多吃点多吃点，当我们女孩真的吃胖了，然后又说你看他可胖了，这个死胖子。所以我宁愿大家说我多吃点，我起码就觉得我还有空间，我也不让自己变胖。越来越会讲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就是女孩子确实，控制身材是永远的事情，要向我们的大宇哥学习，他的身材就很好，不胖也不瘦。要向我们绿茶哥学习，要学会养生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绿茶哥的茶就特别的好，我有喝了我们绿茶哥的茶，我都睡不着觉，结果我失眠就怪他。我失眠就怪绿茶哥的茶让我无法睡觉。谢谢小邓。绿茶哥有给我其他的那个茶叶，就是大绿茶，然后我喝了，结果睡不着觉。要跟茶哥养养生，我不会喝茶，真的要相互学习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光点，给我点儿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就关注我绿茶哥。你们有对茶有兴趣的话就关注绿茶哥，然后可以去喝他的茶，真不错，真的该说不说的。我睡不着，所以你睡不着就越想喝茶是吗？不能这样啊，就是你早上喝茶。茶哥你说一下养生的话一般什么时间喝茶会比较好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是那种喝茶和咖啡我会忍不住的那种，就是喝咖啡上瘾，喝茶就是会觉得很舒服，这样一个人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健身嘛，我有腹肌的，我也是有腹肌的，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每天都会喝一杯黑咖啡，黑咖啡不加任何的糖，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锻炼身体，然后我就能让自己的体脂保持在是多少来着，我的体脂很低，我就是身上全是肌肉，一身肌肉没有地方使。真的，我是属于那种一身的肌肉，我没有肥肉了。那个时候晚上尽量少喝，我这边是普洱茶，你下次给我换个茶喝呗。几块腹肌我真的有，我过几天我再练一练，我们楼下有健身房，我再练一练，然后给你们看好不好。我答应大家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给你们看，就给你们看我的肌肉的，给你们看我腹肌的。该隐瞒的是总
一定要超过半年以后，就是锻炼身体这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半年以上才有效果。你不能看只是现在这一下，然后你看哦有了你就开始疯狂的大吃大喝，这样不行，没有用的。我过几天我就晒我的腹肌给你们看。我是属于那种很执着的人，我看到了你这肌肉厉害了，我那个肌肉图的视频来放出来。现在还没有，喝多了牙齿发黑，咖啡是吗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注重，我就买了那种美白牙贴，就贴在我牙上面，这样可以美白。但是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多的人，我就是我会很护理我的皮肤，然后每天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，我从早到晚，就是我那段时间我有一段练习生的经历，然后呢那个经历使我成长了很多。我每一天每一个时间点我都要想我要做什么，我应该要做什么，晚上我会回顾我要做的事情。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养成了，我真的是锻炼出肌肉，而且晚上我会就是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，我晚上会提前的去8:30或者9:00那样子泡脚15分钟到20分钟，不能久。我会泡脚加速我的新陈代谢，1点之前尽量睡觉。但是现在呢，自从有了疫情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这样实现过了。真的，我再也没有实现过了，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就是那种放松的心情。我去健身房，他说聚众不能够去健身房，然后我就没有健身了。结果我的那个就9:99了。你这样好，以后男朋友不敢欺负我。我是因为，哎呀，我还有。家人们可不可以助力一下小小，哎呦我看了一下，就广东的前三，我们保一保前三，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哈。和那些瓶瓶罐罐说一下，我那段时间说实话我过得怎么说呢，一开始很不开心，就我要减肥我健身那段时间，一开始我是很不开心，然后我每天我真的不吃碳水，我不吃一点点碳水，我坚持了1年我不吃碳水，然后呢我只喝，因为我是一个易胖体质，然后我只吃蔬菜水果，然后呢有这种生酮减肥方法，还有一些是那种避免，哎呀我把我们的用户哥给聊跑了。我聊完这个我就给你们唱那个需要人陪好不好。谢 Peter 你是我减肥道路上的动力啊，那是各种方法，反正就是能少吃就少吃，尽量不要碰碳水，然后呢有任何能够加速新陈代谢的方法，我就你开心吗，我也问我说我开心吗，一开始不开心，后面当看到自己的身材真的慢慢变好的时候，你会很开心，真的你会发现你走路一口气都可以上5楼。就是你看欣赏自己的时候，你觉得啊一切值得，很开心，真的。然后我的家人们，我也会跟大家推荐很多很合适的一些东西，我会督促大家哈。那我唱一首《需要人陪》送给你们，小小减肥俱乐部，我以后开个猫咖啡店吧。我开猫咖啡店你们会来吗？全是那个布偶猫，然后呢再放上自己的一点咖啡，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一点音乐，哇，就很舒服。我接下李子的集美，哎呀集美，我每次看到你都是不一样的造型啊，可真好。你的发际线，你的发际线今天还好吗？它还在努力的生长啊，那就不玩那个发际线了。请我喝一杯，没问题。除了扎头发，都不好说。除了扎头发是吗？甩头。我怕把我的发际线飞出来。啊，那就这样你说吧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我每次人家给我发过来，老师问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老是我被坑，你说一个吧。啊，是，主要是我也是脑子空洞的人。太好了，谁输的话谁就跳一个广场舞吧。广场舞就那个，那我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，那就扭。你看人家一开口随便唱唱都这么好听。哎呀，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跳不跳？跳，不就是个跳舞吗？来，
那咱们这把就开始。哎，好嘞，来，闭麦。因为我觉得梨子特可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次跟他开玩笑，跟其他人不这样开。哎呦，八块腹肌，继续跟他唠。茶哥，我欠你的那需要人陪，一定给你唱。只是现在我很想笑，我觉得我稳不下来这个心情。大家有小跑车的，我们开开跑车吧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 Peter， 谢谢 Peter 的保时捷。Peter， 我跟你讲，那个保时捷还有其他的样子，一样的价钱，其他的样子，各种样子。我不知道你没有更新，你更新了你可以看得到。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聊一聊那些年的九九归一。如果是你们想要来和，就我们家，你们都是有粉丝牌的人，你们都是我们家的有身份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出钱呢？免费送你们喝咖啡，在外带我们茶哥的大力茶，茶哥投资的大力茶，还有普洱，好不好？我这赞助商我都想好了。哎呀，感谢我大宇哥的筑梦的摩托。感谢我大宇哥的筑梦的摩托，小摩托冲冲冲。呀，谢爷单身，爷单身，你是不是也找到那个红色的保时捷？你喜欢红色是吗？今儿广告可以了，那必须的。我茶哥对我这么好，这广告，只是我嘴皮子练得更溜的时候呢，我放心，我帮你打广告，帮你打到你开心。谢谢我们爷单身的保时捷呀，说到你的那个大红色的保时捷了，大红色是属于拉风的那种哦。谢谢，怎么换颜色的保时捷呀？这个谢爷单身拉轰的摩托，哇，好拉轰，哇，哎，这拉风的摩托，我们是不是要放一首就是那种很帅气的音乐啊？谢谢爷单身关注了我，天呀，你这么帅还关注了我，我要火了。谢谢我宇哥的红色保时捷，你们除了看到红色还有没有别的颜色？是吧，帅，我得给你们放一个音乐，有没有那种摩托车？有没有很拉风？摩托保时捷怎么换色儿？保时捷换色儿的话，我想一想啊。谢谢爷单身，谢谢我们的欧帕，我看一下怎么换色儿。哦，我好像也不太会，有粉色的那个摩托。谢谢，哎呀，谢谢我爷，谢谢爷单身。爷，你既然单身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后宫佳丽三千啊？我只看到红色，它还有粉色、蓝色、樱花色，粉色就是那个，还有白色。呀 ，Peter 打我了 ，Peter， 原来 Peter 给我的是医药费呀！完了完了，最后守守塔，前方有选项。哦，你可以长按。你嘴巴太油了，我的天！哎，人家说我不说话的时候说我一点都不油，我会说话了，你又说我油，我太难了。没有关系，你不喜欢油的话，我可以温柔一点跟你说。感谢我的猪哥，谢谢猪，谢谢我这，谢谢我们单身的猪哥，是猪吗？这个？叫我干啥？谢谢大宇，谢谢阿天，谢谢我怕，谢谢 Peter， 谢谢风飞姐，谢谢熊熊，谢谢杰，谢谢福，谢谢我们的袁美，不能死了。谢谢我爷单身，我估摸着吧，这是给了医药费。帅气，帅气，帅气，帅气！来，给我 Peter 哥上个管理哈，哎。长按不行吗？你们可以试一下那个礼物长按，或者是更新一下，刷新一下，可以飘屏的。该说不说，舞蹈我也可以拿捏一下的。对嘛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是最有才的。然后我给你放歌，还是你自己放？你给我放呗。
你先站好啊，给我一个眼神，然后呢就是三二一，给你眼神是吧？好的，摇起来，把鞋都给你脱了，还要脱鞋吗？这么庄重吗？啊，那可不。好嘞，来，来是这样啊，这样，这样，给他来 music， 哎，音乐走起来，音乐走起来。音乐呢？哎，这咱这好像不太对啊、好像是这个，这课好像没那么好听啊。啥嘛、啊？这不是社会很单纯吗？哎，好了，咋不单纯了？开始了。男人不用但是得有男人样啊，男人一直在坚强啊，女人忽悠也迷茫啊，男人要是真有钱他和谁今生都有缘啊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辉煌只能靠自己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，谁把谁当了真的套路玩得深，社会很单纯，感情哪有真啊，谁能在乎我要星星知我心啊，逐渐牙化。喜欢吗？哎，我太喜欢了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牙牙的影子。 Like 不 like？ I very like you 啊。是不是很惊艳？哎呀，那简直就是啊、没有什么好形容的。是不是发现了我多才多艺的一面啊？非常的 beautiful 啊 ，beautiful，beautiful，、我也这么觉得 ，beautiful， 很 nice 啊，我们就稀里啦啦了，好不好？了，下次我们再玩。啊你走吧，经验跟经验站不到边儿。爷单身，你有没有兴趣，就是你看你的名字已经是单身了，我可以在直播间帮你就是寻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选秀，哎也不对，抛绣球，那个抛绣球叫什么，比武招亲，有没有兴趣？我给我们的爷上一个管理哈，看你这么可爱，这个管理一定要放上去了。相亲怎么样？只要你满意，我们可以帮你安排。拉倒吧，你能不能刷新一下？飘起来说拉倒。我有100块，真的，我该说不说，我是有后宫佳丽3000的。选秀女，选秀女的话，那可能要先问一下我们大茶，我们的大力茶，我们的力茶哥，一个来。然后呢，就是就是我们力茶哥给他选的是那个选秀女，就是后宫佳丽嘛。然后呢，给我们的大宇哥选什么？给他选超模。女生身材特别好的那种，给我爷就是长得好看，是美女都可以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很懂你？爷，你加个团行不行？爷，你加个团好不好？美女不怕饿死。绿茶哥的歌安排。我唱首需要人陪哈、啊，这个表达了一个就是单身然后需要人陪的这个心情。像你这样的，哎呀妈，你这眼光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太猴了。来泡秀球套我，过分啊。我没有套你，我要用我的好听的歌打动你，加我的团行不行？哎呀，等一下加团了。当我变成星星守护你，谢谢爷加了我的团，扔了个粉丝灯牌。我今天都可以通宵了呢，你看我今天过年了，这么多大咖齐聚我直播间，那我就唱一首需要人陪，代表我们家的后宫佳丽3000，送给我直播间所有的高富帅们。入坑了，我跟你讲，
就是我希望你入坑入得很开心，就是在那个炕上就是躺着舒舒服服的可舒服了，又能享受音乐。你今儿挺能聊，只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就是休息好了，而且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玩了乐队，做了自己的音乐，我就可开心了。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阵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诗人飘在空气里，上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谢南哥，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你陪。大家给你们比一个大的心啊，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开心，我是真的我很开心，我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跟胡老师合作的歌，我不是3月2号就要出了吗？马上就要出了。然后我今天玩了一下乐队，我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，期待着我可以就是组一个乐队。我乐队的名字叫马卡乐队，但是我后面才知道马卡这个英文字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就是乐队的那个吉他手鼓手他们做的，这我真的太搞笑了。但是因为我是我们学校的台柱子，那个时候
要考中国音乐学院，因为我学民族的嘛，我是民族歌手，所以我们老师不让我，他不许我，就不让我去玩乐队，也不让我唱流行，所以最后我就荒废了。不得了，长得好看，嘴巴还这么滑，嘴巴这么滑。你为什么不说是因为你自己是因为你自己非常的有眼光呢？对吧？对，而且我老师不让我谈恋爱，他说你是我们的苗子，你谈恋爱了那你的前途就没有了，他跟我这样说。所以我真的好难啊。所以你是校草。哎，爷，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？其实大家都可以相互的认识一下啊。不谈恋爱怎么唱的深情啊？现在给谈了是时候了。也不是，那个时候让我，就是他不让我谈的。学生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学生时期谈恋爱是最好的时候，因为很纯真。不要试试福建。哇塞，哎，福建，我们家真的有很多福建的朋友，而且都就是福建的大哥很多，而且都很就是都很铁。我们家福建的很多就是朋友啊，对我很好。爷，我们进四群吧，有没有开始拉爷进群啊？爷，你平常喜欢听歌吗？咦，福建的朋友，主要是你看他头像这边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这种猪猪，我们家的猪猪很多。二叔啊，对，二叔是福州的，二叔是福州的朋友。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。你后悔没有谈吗？学生时代，我的学生时代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家条件一般嘛，然后我考大学。本来要考那个中央民大，但是呢中央民大你们懂的啊，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去，就跟中国音乐学院一样的，你没有关系，然后家里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很难能够考上那个好大学。所以我就最后唯一的一个希望，我就离我们家近一点，我考了那个武汉音乐学院，我倒数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。我现在还记得我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考进去。木之是三叔，木之哥是三叔，然后他是那个沈阳的。但是我是一个不服输的，因为我当时去学校，我去考试的时候，我唱的是流行，考的是民族系，所以呢，而且我没有礼服。真的，我是一个没有礼服的人，人家都穿得很华丽，就我一个人穿了一身就是那个一个大羽绒服进去。然后那个老师很喜欢我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都不穿正装啊？但是你唱得很好。那我们这边就是有民族音乐，所以我不对口，我就倒数第二名了。所以我进学校之后，我就很努力，我就开始，我就自己赚钱。我基本上我跑场子嘛，你们有知道跑场子是什么意思吗？有知道跑场子是什么意思的朋友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的生活我的经历我都历历在目。跟你们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唠家常嘛，把你们当做自己人。不是跑场子你们不知道吗？漂亮唱的又好，老师想不喜欢你都难。那老师是希望我可以就是到他的门下去学习，知道？还是没有人说对耶。跑场子就是接演出。我那个时候很幸运，我认识了我的学姐。我的学姐是，我的学姐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演出的一个资源。今后一点之后开电台吧，就唠唠嗑聊天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再播一会儿就下了。然后我就接演出，那个时候接演出呢，我就天天跟着学姐一起跳舞，就是各种舞蹈，就跟他们练舞。然后一场200块钱，真的，我一场200块钱，我拿到那个钱的时候我就很开心，我觉得我在给家里赚钱。
口水那么多，你送我吗？但是我觉得我在给家里面赚钱了，然后慢慢我就拿了很多学校的奖。我因为拿了奖之后呢会传开嘛，然后我的那个身价我就涨了，我涨到2000多3000多，就很多，我就很开心。然后后面我拿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个拿到了我们学校的3好学生1等奖学金国家校友奖学金，我拿到了这3个奖学金，然后也赚到了很多钱。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的专业，然后我的其他的成绩综合起来是第一名，所以口水的非常不是，我就说着说着我就好饿。然后我就拿到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出来的，我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所以我说我这一路很幸运，幸运的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。驻唱啊，我有去录过小样，就是去录音棚帮别人录歌，然后也有去大家开，就是开业的话我去跑场子，就是去那边唱歌当主持人给人家伴舞，然后呢学校里面有需要去给老师跑腿的，这种也是我。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发光的一点，只是看你没有坚持。我以前是胖胖的，然后我就被很多黑粉有攻击过，然后就说哎呀你看他好胖啊好胖啊。所以为什么有段时间我很努力的在减肥，就是我想我既然我不要用语言去回复任何其他人说我什么，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更好，那支持我的人他们会觉得感到哎，不愧是我喜欢的小小，不愧是我支持的小小，我那一个月瘦了20多斤。人生就是会有大起大落，你会有好的事情，也会有就是很不顺的事情。我也希望，我想跟大家唠的是，我也希望大家不管是怎么样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一定会好的。真的，一定会好的。我有受到过网络暴力啊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不去看，虽然我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，但是我第二天就好了，因为我知道爱我的人都在，喜欢我的很在。说你现在很瘦一样，我现在也很瘦好不好，90左右啊。也播了一年了，对，我前段时间播了那个就弄了半年周年庆，看见你妹妹的手我懂了。那天我在拿那个东西，然后绿茶哥说这你手啊，我说是我妹妹的。哎胖，哎呀你夸嘛，你夸我吧，我就跟你照片一样。我以前65公斤，谁啊丑。我多高，不到2米。是累积来的，累积来的。你们心中认为的女生就是身高，你们最满意的是多高啊？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。所以我今天你知道吗，我今天自己做了歌跟乐队玩，然后呢创作了一些自己想法，融入了一些音乐元素，玩很开心。我休息了一天，直播对于我来说是给我，真的是给我在就是改变了我很多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有你们的帮助，然后我就可以发很多的歌，会有很多厂牌。你看我短视频，当短视频我火了，然后他们就会帮我出歌，所以真的是圆了我很多的音乐梦想。而且做音乐就是一个永久的事情，大部分都是165。哎呀，我刚好符合你们的标准，怎么办嘛？哎呀，刚好符合你们的标准。我抖音上第一个热搜是跟胡彦斌老师的热搜，是那个就是王小小静挑战胡彦斌老师的转音经验啊，王小小的转音经验给他，我现在164-90斤呢，这个哈哈哈哈，有点差不多呀。
我差一厘米，我差一丢，我差一点。欢迎猪猪侠，我们给那个爷哥，爷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听的歌？咱们给大家唱唱歌吧，毕竟我是才艺主播，我要用我的才艺跟大家展示。吴彦斌老师改编的很厉害，我过段时间啊，就是3月2号，我的歌就上线了。我们家的大佬们，真服！我们家的大佬们，我们家的家人们啊，金融圈的家人们，就是我出了歌之后呢，如果你们去遛弯，希望都可以点我的歌，帮我宣传一下，因为你们都是有名气的人，我是因为扎了你们的喜气。所以呢会有人很多人支持我，对不对？那像你们如果是去别人那遛弯的话，遛弯的话呢，帮我多点点我的歌，然后帮我宣传一下，去好朋友的直播间宣传一下，小小出新歌了，我要听小小的这个歌这个歌。你看啊，茶哥那么有号召力，茶哥你就喊一喊你的好朋友们听听我的歌，那简直了。唱征服是不是？行，就这样把爷征服。一首征服送给我们的。送给我们的爷。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。全体艾特我爷，打一波征服！欢迎我们坤哥，欢迎坤哥回家。征服爷。终于明白我们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，我接一下啊。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，再让我唱几句。帮你把火烧掉，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这样的愤怒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。我就唱到这里，你要为什么要唱完？因为我们家的大哥点了一首歌，一定让我给他唱完这首《征服》。爷，你喜欢吗？好，谢谢爷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
谢谢美女的掌声，确实被征服了。大哥激动的，我没有想到大半夜会唱这种歌，搞得我脸都红了。我们要不要玩个榜五啊？榜五，榜五也可以。他们说了干啥？替我问好。绿茶哥说像他说替他向你问好。替嗯，给你打个招呼。嗯嗯呢，都是自己人，以后让你跪着唱。你有点过分啊！说了的话就那个吧，就带一个那个就是，就带一个带特效吧，或者你有没有别的？说自己五个缺点，说自己五个缺点啊！我太多了，我简直不要太多，我也太多了，缺点钱，缺点爱。哎呀，让你说正经的缺点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个很容易耶，就是那我们换一个呗，还缺男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真直白。我说你好，那就十个呀，五个好少，十个。说十个缺点吧，说十个缺点，那就可以那个，嗯，哎呀，还费脑子，好累啊，我都要想睡觉了。啊、也行，来吧，那我们重新连。好。怎么办呀？又要费脑子，收到了，眼睛又在放电，我也会。哎嘿。我也会放电。我们打榜五需要我们家的五位家人，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来定一个信仰，大家喜欢小小的话呢可以给我点关注了，我们可以先点一点关注，然后打的话我想一想啊，小小定力十足，你们看我有没有感受到，我不打，我知道了，没关系啦，没事，丽莎哥，因为都是自己人，打我去表白啊！我为什么要把表白当惩罚呢？表白这么神圣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是就是在直播间说呢？是不是？我们闭麦哟。好的，闭麦。我也可以，反正我应该随便赢他。那我们就是我今天飘一点儿。我们需要打榜五的话呢，需要我看看啊，需要打什么？嗯，大家如果有抖音一号的话，我们可以试一下抖音一号。哎呦，你看我都有点瑟瑟发抖，说这话的时候。谢谢当当，谢谢我们当当的直升机。我们还需要大概需要四位朋友，娃子太多了吧？有碎片，我是要跟你们说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是打榜五，然后需要我们五位家人的助力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然后榜上的家人们可以帮我们打这个榜五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站一下神秘花园，可以，他们是抖音一号，哎，我们可以先站一下榜，哇，我们还需要一二三四，我们还需要四位朋友，爷可以就是爷可以来打这个榜五吗？感谢我爷，谢谢爷的抖音一号，哇哦，帅气，今天真的被你的气质给征服了。然后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当当在，然后我们的凤飞姐，我们的九月哥，我们还需要，我们现在还需要三位朋友，我们还需要三位朋友。感谢我九月哥，还需要三位朋友的抖音号，我们还差三个抖音号，打个牛，爷牛。
我这个音乐可能太嗨了，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，我们现在打的是这个榜十，榜五，还需要三位朋友的站榜，我们可以先把榜给站齐。然后呢，我们有飞机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就是有三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先把飞机给站齐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的榜五五个位置就站齐了。这样我们的五个位置就站齐了。所以家人们，这个时间需要大家一起的助力了。还需要三位朋友的。欢迎乐和姐姐 ，CC 牙缝里没啥东西了。CC 你有那个飞机吗？需要你的飞机助力，大家先上一上飞机。然后对面已经超过来了，我们还需要三位朋友。完了，我饿了。感谢我绿茶哥，哇，谢谢绿茶哥，谢谢绿茶哥。我们还差最后一位朋友，五只火箭你都叫不到吗？啊，九月哥开始霍霍我了，说我了。他们齐了，因为绿茶哥，因为两边都是朋友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就肯定是两边要都要帮忙嘛。还差一位朋友，大宇哥可以帮我们打一下这个榜五吗？我要留着给你准备花海了，谢谢。还差一位。感谢我。谢谢贺川，谢谢贺川，谢谢我，谢谢我月亮姐姐。哇，大家一起全体的时间一起补刀了，我们全体补刀，我们再补一下，补到那个一万票，补到那个火箭，我们再补一下刀了。全体的朋友们，我们补一下刀了。对，我们要补一下票。我需要补一下票了。现在我们的月亮姐姐要补一下，我们一起补到一万票才行，还需要我们的月亮姐姐来补一下。哇，他们有五只火箭了，好厉害哦。哎呦，我真的要弄火箭真的很难呢，这件事情又到我说的时候到了。谢谢当当，不够，好难，主要是我要下播了，我的时间跟他的时间不一样。感谢我九月哥，谢谢爷单身，谢谢当当，谢谢我们的美食城，然后呢谢谢我们的茶哥。太差了呢，嗯，状态不行，我可不可以感谢陈醉哥，谢谢陈醉哥，感谢金色石头哥哥，谢谢，感谢五幺五哥哥，感谢茶哥，感谢开心二零二一，感谢大家草率了吧，所以真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有点点难。不草率啊，茶哥，如果不补的话，茶哥就在榜五，那就平局了。欢迎老头。哎呦，完了，我要开始说了。嗯，十个缺点。大家对相互的点点关注啊。也停停点点关注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懂就不知道了。平局，哎，我因为我要下大榜五，还是差那么一点。我的缺点就是不会打榜五，不会打榜十。然后缺点钱，缺点心，就是缺点儿。还缺什么呢？缺你都不看镜头啊？你说，就是老是打不赢婷婷，就是这个缺，这是我的缺点。我觉得，然后呢，有点滚刀的嫌疑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很认真的在说这个话，真的。还有就是，我就缺点大哥。没有什么缺心眼儿，大哥，我大哥太缺了，你还缺大姐呢你？我大哥大姐我都缺，
又缺华子又缺缺马车缺礼炮，你啥都缺，你这都不算算说到一百个缺点了，我太多缺点了，我真的太缺了。差不多这是我的缺点。怎么样，你满意吗宝贝？退货。我不是缺点这个就缺点那，还缺帝王套。哎，低调一点低调一点。我也缺呀、啊。你这么说谁不缺啊？缺点德缺点爱。哎呀呀，不行，我得回去难受一下了。那我就走。你一般几点钟播啊？我是几点钟播？嗯，我是八点半播。黄金档，厉害。不是，我不是大主播，在大主播的档播，我就没大哥，我就有点难过。没有啊，但是你的流量很好呀，你的直播间一直都是几千人。都是靠努力，不停的唱，不停的跳。生活不易，才要让自己多才多艺。嗯，你唱歌好好听。所以我明天准备去户外，然后看能不能我的人气会上。你是学过唱歌是吗？我学过民族，就是我学民族的，就是会很影响我唱歌。